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菲菲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在这里，哎，在这里什么都不说。前几天的话，我的那个视频啊，分为上下段给大家拍了一个关于Pen Network 的一个视频，但我分为上下段。但是有一个派友啊，是关注我很久的一个老观众，那么他就说了，你每天更2期累不累啊？你是不是过期伟哥吃多了？那好，这期视频呢，完全和所有的 Pen Network 没有任何关系，就仅仅是为了去回复这样的一个问题，我觉得太搞笑了，因为刚好我也过期了伟哥。所以说，今天跟大家展示一下，可能这个视频播出之后，对我的人设有一点崩塌，但是现实就是这样子。我把真实的一面，那个带给大家。那好，哎，我这里给你看一看，这是，OK，这不是。来，那个，回复我的那个派友，你看，真的，我真的有过期的，但是呢，而且还挺多的。是吧？那还有没有？看一下，应该还有。这是的一个置物架里面，我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这种过期的。这里极品伟哥啊，极品伟哥16盒的，但肯定是过期的，真的是过期的，不骗你。这个日期是保质期是3年的，我们拆开看一下。哎，掉了！这个是说明书啊，我是一只手拿着手机，一只手在拍，所以可能会不是那么清楚，但是尽量的吧。生产日期，这个是印度天龙生物科技生产，是2017年的1月5日，然后保质期3年，就2020年的1月5日就到期了。所以说，这位拍友，我告诉你。我真的有过期的伟哥，但是呢，我真的没吃，好吧，我没吃过期的伟哥，但是我有黄金的，这个美利坚，我操，这还有这么多，我靠，这都是呀，信吧。那好吧，好吧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那就这样的哦，我真的有的，只是我真的没吃，好吧，我澄清一下，拜拜。